天边风已起，只想依依看着你。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？经得起忧伤与悲，只因心中有着你。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。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也傲气，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。如梦如烟全像游戏，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。心痛告别你，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。经得起忧伤与悲，只因心中有着你。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，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，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。如梦如烟全像游戏，在挑选我跟你，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。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，无法让我甘心替代你。如果你以一個跳水的動作，它未必難度分很高，但它又真的可以完成了這個動作，沒有說很多水花，但是那個難度分是否適評判的口味呢，你就真的要看咯。我經常覺得我拍好像做自己演唱會都沒那麼出力這樣。我的同事都是啦，剛才在後台我紅館演唱會，他們都沒有這些，為什麼他們都沒有檢查我的副練，你跟我唱沒有這些，為什麼口裡面有沒有菜，沒有看的，今天都看完，大家都很緊張，很認真對這個台，是的，就是很認真，就是看到那個認真的氣場，緊張自己的學員每一個都知道的，我想阿 Matt 剛剛即上一集唱完就知道了，是不是阿 Matt？是啊，會很緊張。想讚的一樣東西是，我覺得你台風很好咯，可能你的身形又很高超，跟住又很靚仔啊。女性呢，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畫面很好看啊？是很好看啊，兩個都這麼靚仔。我講嘢俾你聽好笑㗎，嗰個咧我哋睇彩排啦，咁啊通常我都會有啲意見俾翻佢哋咁樣啦。咁唯獨是呢一組咧，我就喂柏豪，你兩個著咩衫㗎嗰日啊？
因為嗰個顏值好高啊！我覺得呢個咁姐姐又睇得好開心啦，所以總之呃到阿姐姐啦，係啊，咁你唔係第一個噶啦，佢係第一個，係你係第二個。我都覺得頭先出嚟行出嚟嗰下咧，兩位咧即係好吸睛咯，係唯獨後邊咧兩個對望嘅時候咧，我直情覺得係兩個情侶嗰種感覺。最尾呢啲好吸引人㗎，係好多人中意佢哋兩個呢啲眼神㗎。係啊。好啦，咁啊問翻啲我哋主要評審，真真正正唔睇顏值啦，齋聽歌聲咯噃。我哋問下鄺子喬，我覺得 Hugo 頭先嗰個情感係非常好嘅，你係咪好緊張，所以令到你唱歌 focal 嘅時候可能有啲緊，就令到可能你嘅 pitch 會比較犀利，我覺得會。Matt 咧話姐姐中意。Auntie 都中意，我都中意。仲係姐姐，仲係姐姐。Auntie 啦，Auntie 啦，嚇顏值好高。佢自己本身好中意跳舞啦，好中意唱快歌。但係今日咧，我反而覺得你唱呢首《甘心替代你》咧，有個驚喜俾我。Technically， 我覺得你把聲好靚，但係仲有好多技術上高嘅嘢係真係要改進嘅。